这里给你让我们来吃，有 Daisy Bang， 这是贵价，这个不是白鹅，这个不是白鹅。鸡胸宽，猪肠粉，猪肠粉，然后啊，花生煮蛋，然后这烤面包了，这两个啊是马来西亚传统来说早期到现在，它不是说最好吃，它是有家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但是这个真的好吃，这个就是蛋哦，这个呢要加这个，然后再加酱油，然后呢？不够吗？还不够软泥哈。然后呢？可以找面包吃。有，我怕这种来串面包。然后，哦，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味道。拿起来，哇！那串面包。哎呀，把我换成咱们烧了，那太水了。吃它吃。怎样，好吃吗？爆表！我这样就五杯就有，新加坡也是有吧？对，其他地方好像没有这个东西。马来西亚泡面。好到表表的。